欢迎收看东探花肉蜜，我是五花肉。看看我身边的风景是不是很漂亮？我们现在来到了南回公路上面，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南回艺术季已经开始了哦。我们呢现在自驾的话，只要搜寻 Google Map 的地图呢，2023南回艺术季作品就可以到各个点找到艺术品喽。不过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今年南回艺术季的代言人，他要来当我们行走地图，我们一起去找他。Hello， 你好。嗨，我们现在来到太麻里火车站，对不对？是。这边听说是今年南回艺术季有作品在这边吗？是。那麻烦代言人帮我介绍一下自己。好，加白加白，大家好，我是今年2023年南回艺术季的代言人吴萨恩。嗯，吴萨恩你好，听说你是太麻里的返乡青年，对，所以是在地的。在地太麻里金伦，没有，其实我爸爸是香兰的阿美族，然后妈的话是金伦的排湾族，然后返乡差不多快要十年了。哦，十年了。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南回的艺术之旅，就是由你帮带着观众带大家一起来看。是，没错。那其实这次南回艺术季总共有七个作品，然后第一个作品带大家来看就是太麻里车站这个时代的丝绸。哦，就是在后面，对不对？对。那帮我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啊，其实这个作品啊是来自于屏东的艺术家古乐乐，然后这个艺术家古乐乐大师呢，其实非常擅长使用锻铁啊、铁丝啊、钢筋这种比较硬材质的素材来创作。他自己在创作这个时代之丝绸，你会看到这个时代丝绸它有一些弧度，它其实象征像南回的公路，然后也很像海浪。哦，然后呢，尤其是像这个顶端这个有一个很像海浪很像手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在台九线上的蜿蜒路线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回海岸的风景之外，其实这是梦回南方，也是南回艺术季的 slogan。 那这个串起了整个南回艺术季的作品，最重要的梦回南方就在讲是返乡青年的回乡，然后我们怎么样立足，然后让梦回南方可以成为我们每个返乡的青年或者是二地居的旅外的人，其实成为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之处这样子。难怪找你那个十年回来十年的返乡青年来做代言。那个刚刚你说的用铁的材质，我还有看到它有一些齿轮的样子，哦，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很多就是在那个你刚刚说的它那个南回公路的意象，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其实就是齿轮，然后来这个素材其实来自于高雄港附近的造船厂的不要的齿轮，废弃的废弃的齿轮，其实再利用它。那其实我觉得南回艺术季今年它有一个非常强调的艺术力道，在讲那个地景。那个地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使用的媒材其实是可以让时间去分解它，所以我们不会有塑料这种可能你放了很久它也不会被分解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环境友善，可以再持续环境永续的那个材质。对，哦，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去看看，来欣赏一下吧。好，okay, go。吴萨恩，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哪里啊？这里就是第二个作品，在北里旧桥这边。旧桥这边，我看见，哦，我看到了。哎，啊，傅老师，哎，你要去哪里？我去山上喂狗啊！我跟你说，这就是这个作品的艺术创作者。这么巧，十二老师，十二，对啦，还有一个田老师，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是桃虎吗，哥哥？喂，为什么当初会想用桃壶来做创作？因为两个部落都是排湾族，他想法是我们排湾族的传说啦。对，我们是从桃瓮出来的孩子啊。好，所以我们才制作这个桃瓮哦。是，好，它的墙壁就是木板嘛。对，所以那个是家屋了。对，家屋。哦，家屋。然后所以那个板子上面一个圈圈的。那个是横梁，它的横梁是哈，哦，就是家屋的横梁啊。哎，欸，哥，那我看到这个壶，其实上面有百步蛇的蛇纹，其实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哈，哦。有，因为很多它那个纹路这样，还有这个地下的那个，就算我们鲁巴卡
鲁巴嘎子，巴嘎子就是蕨类嘛，蕨类，对，蕨类的东西，所以你就想到说用蕨类的方法，这样也可以，也可以想象都是百步蛇。哦，两种不同，用心良苦哎，创作的很棒。嗯，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这个名字，因为很早就以前叫巴嘎子嘛，因为这里以前很多的蕨类，很多的蕨类，然后台湾族又是百步蛇，对，这样子两种不同的。那你的作品要怎么，有什么角度，还是要在哪里拍比较漂亮？教我一下，这样大家才可以来这边跟老师同款打卡拍照，这样吗？你刚刚不是有个腰？你刚刚好像姿势不是这样，对啊，你刚刚姿势不是有点？妈下喂！你要从下面这样拍拍这个而已啦。哦，啊，你刚刚不是有妖艳的吗？人的话要从那边拍，我们人要在这里，在这里，对，这样子拍照。那有没有比较那个？要演绎的才会拍到这个啊，有很帅的姿势要摆的。对啊，你刚刚有一个，你刚刚不是有一个性感姿势在教我们大家？我们三个一起在那边，可这只在那边而已啊。好啊，好啊，那来你示范一下啊。你们哦，我是随便了。哎，怎么用？怎么用呢？我忘记了。你刚刚怎么样？所以自己有这样吗？哦，你在那边嘛 ？OK OK， 还有拜拜。啊，我在这边吗？我也可以啊。啊，耶耶耶，你可以啊。我老，你的是那个什么王美角哎，老师。另外一个火车站是不是？对，这是第二个火车站，叫龙溪车站。这里有作品吗？有，今天这边有两个作品。这边还有两个作品，对，很方便呢。因为刚刚在太麻里火车站，对，现在龙溪火车站，所以我就没有交通工具的朋友也是可以坐火车一起过来。对，可以乘大众运输工具。然后今年其实又结合了南回的。蓝皮列车哦，还有搭配蓝皮列车，对，搭配蓝皮列车，对。然后蓝皮列车现在其实准备要有新的讯息要推出，就是里面会有南回艺术季的整个策展的空间。对，火车里面，在火车里面，这就是一系列，我可以坐的有那个南回艺术季设计的那个火车，然后过来移动策展这样，移动策展，对，所以这样过来，对，所以搭火车也很方便。然后这一站其实龙溪站有两个作品，这个地方有两个作品，对，小小的一间火车站，但是就是因为这里的静谧感，很适合可以花时间去看作品，然后去反思作品这样。没错，我刚刚就觉得来到这整个车站，就算我坐在那个椅子，然后沉思或放空，也很舒服。对啊，是第一个作品呢，就是你搭火车的时候，一定经过南回都会看到的海，所以有志文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个晒海在我们的背面。哦，就真的是晒海，把海就整个晒在上面这样子。嗯，它是用什么东西织织啊？它其实是泰鲁格的艺术家志文，他们本来就有那个地织文化，所以这是其实是除了志文之外，还跟部落的青年一起共创。然后有萨根姐姐啊，或者是爱国姐姐，或者是大竹部落的念慈，加上志文四个人一起共创了这个作品。然后它其实是异材质的媒合，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哎，它有一些一层一层，很像波浪。它其实就是不同的材质去共构它之后，它才有这样的一个立体感。然后也有颜色之分，就好像海在24小时，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纹路、颜色的变化。对，在车站，然后可以看到像海一样。对。那另外作品的话，就在我们的售票口处上方，还有它的正对面，这有两幅，对。搭配光影，这样看很震撼呢，是不是？而且其实这个教堂，哎，不教堂，这个车，对，有没有很像教堂？对，而且它是有一个就是高挑感，就会觉得哇，这个图放在这个上面就很磅礴这样。对啊，那其实这个两个作品都是来自于国外有一个很厉害的摄影艺术家叫做桂格，他是也是南岛语系的萨摩耶的族人这样子。所以他说其实在画在规划就是这个整个图片的共构的时候，其实就在思考说我能不能借由像
海华，就是这个拍摄老师哦，秋水，他在做文化拍就传承这件事情上面，能不能透过这样的一个策展去反思我们其实在历史的轨道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经过，比如说我们对面的这张解剖图，你看到有人穿军服，其实代表我们被殖民过，然后红色的那个，对，然后又我们上方的这个，其实它就是很经典的创世纪，大家一定很熟悉，一进来说哦，这个好像是那个好像是，其实就是他希望有一些共感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好像什么这样。他是创世纪，其实就是海华老师秋水，他手上他是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他手上拿的是传统拍摄，就在讲一个传承，然后文化的延续。然后桂格他其实扮演的就是亚当，对，所以这整个图的意境，其实都是我们希望说来看这个艺术季的时候，其实它不仅仅只是我们所熟悉的国际有名的画之外，它其实所带到里面的人事物都跟文化息息相关，大家都好像会有点共同的体验。对对对对对。我要来去这边角落城。好 ，Go。我们在金轮沙滩，听说这边呢也有一件2023的南回艺术季作品，我刚好像在那边看到五三恩了，我们过去看看吧。嘿，嗨，嗨，早安。你在干嘛？我在捡垃圾啊，捡海费。很时髦的包包哎。对啊，这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行，现在就有些地方都可以提供海费包，让净滩变成的是很日常，不会是只有号召型的净滩这样子。所以好哎，那我等一下我也来净滩。好啊好啊。包包。那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那个事，我要来看那个南回艺术季的作品。就在这。就在你后面。我要请你帮我介绍。好啊好啊。蛮大的哎。是这个作品其实算是这次南回艺术季作品算最大的作品。然后是由我们台北的一个艺术家李慧智，然后他也算是一个在全球比赛地景艺术也很多也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那其实因为金轮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个东海岸其实都算是日出之处，所以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用太阳作为我们的整个这是艺术系的作品的名称，所以叫嘎岛。嘎岛太阳的意思。对，台湾族语的太阳就是嘎岛。嘎岛。对，所以你看这个作品它一个是半弧状，对不对？可是你看它就是会有太阳的形，然后菱形还有人形，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台湾族意象的图腾。而且你注意看哦，它里面是都堆了很多的石头。对，这些石头其实都是从金轮溪那个流域然后冲刷之后到出海口处淤积的这些石块，然后把它融在这个作品之内。所以是用在地的。对，在地的素材，而且你看它有一个那个高高低低起伏，其实它也很象征的，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大武山脉的层层叠峦这样子。哦，所以它用意很深诶，它各种都有。对，有海，有山，然后有太阳这样子，还有当地的那个淤石。对，淤石。然后其实这个作品当初绘制就是跟部落的青年也一起共构。哦，也是共构。所以这个它其实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其实所以就由部落的年轻人，大家都是壮丁，然后一起来完成。我觉得那时候完成这个作品很不容易耶，因为那时候七月份部落正在进行收获季，大家其实都很忙收获季，可是大家也觉得这个作品是属于我们自己部落的作品嘛，所以其实年轻人透过村长号召之下，就是说年轻人来下来帮忙，才完成了这个作品这样子。而且我发现，就是太阳，也就是它会这样子有倒影这样子。所以它当初这个上面这个嘎岛，它的用意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来观察，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它跟这个作品的互动关系，而那个互动关系是看那个光影作用，对，它有可能会越来越长，可能越来越短这样。非常有趣。好，我一定要再到四周看一看，然后我就跟你去捡垃圾。OK， 没问题 ，Let's go。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南回驿站，听说这里二楼也有2023南回艺术季的作品，我们来去找找看。Hello， 又见面了。他过来的吗？没有，我从一楼，因为这个作品在大武之星的二楼。对啊，那你从楼下就是上来，我看到很多名产呢。是因为其实大武之星的一楼有非常多台东在地的名产，所以也是整个台九线上的南回进来的第一个停靠的地方，这样子。2023南回艺术季的作品第六个其实就在大武之星的二楼，所以大家休息完也可以上来看作品。是没错，而且这个作品呢、啊，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创作里面，它是我们卑南族的女青年马赖。然后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阳光下呼吸的家屋》。阳光下，在这个阳光下。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就有点像是太阳哦，阳光。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石板，然后石板里面有非常多的铜片。然后铜片其实它象征的就是有渔获，有作物丰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我看到很多那个小图案。小图案，对。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卑南族的马赖。他其实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毕竟卑南是比较北边一点的，所以他也找了我们南边的卢凯族跟排湾族一起来发想怎么去设计这个作品，所以也找了卢凯族的德日桑，然后大族高溪的念慈，然后一起去创作这个想象，然后就有了这个作品。对，甚至是德日桑也一起来架这个石板屋。哇，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用的东西。是啊是啊，而且其实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就是隐藏版的作品中的作品，就是早点说，一定要卖关子。所以大家其实你看哦，这个作品中间有一个圆，它望过去是看得到去年的作品1314。所以从今年的作品中，然后可以看到是不是很酷？天哪、啊，观众一定要记得来到这边，可以一次看两个作品，一次满足。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作品在？当然有 ，Let's go， 走。我们现在呢，在9420这个地标这边呢也有南回艺术季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去看看吧。嘿，帮我介绍一下这里啦。可以啦，这是其实是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共妻之所。那这个艺术家呢，是一个保加利亚的外国艺术家，然后他其实是最早来到就是南回这边开始创作，在那时候五月份其实已经开始非常的，其实五月份算雨季，天候也是非常的奇怪，下大雨出太阳，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个住在北欧国家的这个保加利亚的卢门艺术家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光是这样的一天的季节，好像就经过了四季这样。那他其实这次的创作就很希望说。他所创作的是可以，这个梅材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所以后面这些漂流木也是在这边。没错，所以这些漂流木一柱一柱，其实都是在这个整个东南回的海岸线这边去采集。然后下面的木板，这个可以走的这个步道，其实是关山纸园的所提供赞助的那个国产材，就当初在八八风灾的时候被冲刷下来的一些大的原木。那所以其实在这个作品这边，他其实希望透过我们去往上走这件事情，它有一些互动，然后也它就是像你刚刚一样就走上去，对。然后呢，那重点就是说，每一柱它其实上面都弄得很像鸟巢，就是希望说这个作品它可以跟这个地方的生物，就土地上不是只有人类，其实还有很多的生物，鸟类等等，可以作为那个栖所之地。哦，所以也是它的名字吗？共栖之所是这样来的。所以就是不管是人还是鸟，都可以好好享受这个作品。是，没错没错。而且刚从这边这样拍过来，我刚刚看到你那个画面，就是海，然后天空，然后还有这个漂流木，超搭超漂亮的。是不是？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刚来的时候人群非常多，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就算，其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会聚集非常多游客，是因为这个位置就是9420台九线的420K 处，就是爱你，就是爱你耶、yeah ！
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人来拍。如果没有这作品，也是拍9420，但是有这个作品更好，更加分。对，更加分，因为背景就是海，非常的美。真的，那我们也来拍一下好了。必须自拍一下，是不是？没错，这次也很感谢你哎，带我看南回艺术季的作品，而且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整个台东真的就很像是一个大美术馆。是，没错。我觉得就是如果之后我还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想要就是再带朋友来，而且听说今年的南回艺术季是有搭配旅行社，然后可以就是。Yeah, 做更深度的体验，对不对？没错，总共有4条永续旅行游程，所以可以自己选择，可以自己选择。好，上旅行社官网上面看得到。那每一趟旅行，不只是可以看新旧作品，因为大台东美术馆嘛。对。那最重要的，其实每一条线都可以看到。那每一条路线，其实都对于环境、文化、生态。都可以尽一份心力，而且更深入台东。也是，谢谢你。不会不会，谢谢。那我是五花肉，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